那长白山就是说穷逼别来了。在长白山一天比在延吉六天都贵，就是那个2000多里边含了房费跟3个小时的滑雪票和温泉票，就两个人有比较划算吗？这样那也没有。我本来想的他可能是那个一辆小轿车什么的，后来想多了，是就非常多人在这边集合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结果是那边是个大巴，还行，也就是40分钟吧，上个山。夏已经进来了，特别好，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给你们显摆一下，卫生间，普普通通，浴室，很适合小情侣来。可以躺床上看你对象在这洗澡，很棒，很满意。现在快1点了，我们要去赶1:10的那个雪场的场子，这样我们就能花满这个送的3个小时。酒店给的这个雪票里面包了那个雪具，但是雪服要到雪场另外租。午饭都没来得及吃，刚才应该很多人都这样，刚旁边那群人在那吃红烧牛肉面，我操，香的不行，我靠。牛肉啊牛肉啊，好厚的雪，你看这一个脚印。哦，看到雪场了，给你们看。哎呦，看一下啊，地形山很小很平，高景山适合新手，很安全。姐给我看一眼呗，就这个雪场的衣服就是丑了吧唧的，如果你们是想要拍照好看的那种，要提前找其他的商家订100一套，200，加一个护目镜40，240。租了一套这个80块钱，这我拿着这个拍照，哪个衣服得不要迷倒？这给屁股小的吧，这给屁股大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你觉得我有哪个？不是，我想说这个。把滑雪服再给我搞什么时尚，背带裤，我靠！1点多来的，蹭到现在2点多了，还没有开始。没滑我就累了。就换这些装备就已经够累的。我们1点多来的，现在可能快3点了吧，还没开始滑呢。马上4点就闭园了。咱们已经耗费太多时间拍美照了，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这素材，真的是便宜没好货呀！我天，这个电动都坏了，要走上去现在。Now excuse me if I sound rude, but I love the way that you move, and I see me all over you now. 太怂了。哇，那人好帅啊，那个女孩。哎呦我操，这毒奶，我操。挂彩了，小拇指也不知道干惨白，刚没血色，我操，吓死我，以为骨折了呢。从那个上边下来，摔得我眼冒金星，真的就是第一次体验到眼冒金星，我感觉眼前一黑哟，所以这个还是有一点的危险性的。刚才滑的时候没有感觉，现在背疼、腰疼、腿疼、屁股疼，哪儿都疼。摁住他，不是，好冷，腰酸背痛，下去泡一下那个酒店的免费温泉，又多了一笔额外的消费，忘记带泳裤来了，1条600吧，2条138，可以在酒店换了泳裤之后，然后
穿着这个浴袍直接下去。可把妆卸了吧。你什么意思？跑进去还在全妆了，你怎么搞错？有室外的跟室内的，我们先去室外的吧。室内的感觉平平无奇。我靠！我靠！好冷！我操！我靠！哦，冰做的椅子。这个浴袍沾了水之后，你再挂在外边，一下子结成冰了。哇！你看我这个头发冻成冰碴子了。你把头埋下去，然后自己起来看一下是什么样的，是吧？行吧，我现在把埋下去，看等会我们走的时候看能不能结冰。来吧，3、2、1 ，Go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，不肯哭一场。哇，他小兵张嘎，你这样谁看得出来？你立起来吧，大家都看得到。硬了吗？摸硬了吗？嗯，真的硬了，我可以戳死你们现在。这是鱼池，哦，可以泡吗？哦，试一下。我本来都想走嘛，这要另外消费的吗？你打算移动什么？你只是下楼台吗？不是。他配吗？他配吗？